整点音乐，家人们，整点音乐。过年啦！过年啦！来一首《好日子》。子期，感谢浮生，谢谢。我穿双鞋子啊，等一下啊，好棒，在老家就这个条件了，家人们。没有没有，就是这个煤气有点呛人。来，我隔壁给大家跳个舞，我去旁边跳个舞。跳新年好。能不能把灯打开啊？没有灯了，没有灯。年会那个哪个呢？是哪个？可以呀、啊，大家跳大艺术家可以。大艺术家是吗？家人们，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，分享一下直播间，分享一下直播间。分享直播间，快点分享直播间。
你们出去 PK 玩去吧，你们出去 PK 玩一玩。要不给你们唱首歌吧，好不好？其实我清唱很好听的，家人们，我清唱歌很好听，你们要不要听我唱歌？新年好，新年好。其实我清唱的话是很好听的。你们想听什么歌？你们想听我唱什么歌？客厅，可是在客厅没有，在客厅没有那个，没有充电的，没有充电的，真的很，条件很有限，家人们。要不我戴个口罩吧？竟然想，我清唱真的还可以哦。嗯。最炫民族风，好家伙，来，给你们一边唱一边跳。最炫，感谢谢谢家人们。先给你们跳一个。我感觉，稍等一下啊，换不了，就只能这个，只能这个。匆忙的天涯是我的爱。等一下啊，我换个滤镜试试啊。这是什么鬼哟？好丑啊，这个真的不适合这个滤镜。来吧，家人们，小六扣起吧，小六六扣起来，小六六扣起来，家人们，小六六扣起来。最痛快，我们要唱就要唱的最痛快。
是你的离开，是你的离开，这完美就让你留下来。留下来，你永远都唱我的最炫的民族风，只求片片我最美的姿态。风节歌
来跳一支舞蹈，稍等一下。家人没点关注吗？点关注啊！看一个九岁的蝴蝶，来了。不是你不播了呢？播，播了呀，霍哥哥。对，在厨房。欢迎大家，感谢用户哥哥，谢谢青哥，谢谢我直播间所有朋友们，感谢谢谢人性哥哥，感谢玉牙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边唱边跳啊，家人们，小乐哭起来哦。这是一支唯美的舞蹈，等一下还要给我们的。
左上角点关注加粉丝团，然后进入我们的。我先那个啥，我先找个地方直播啊。你要等我，给我等一下，等一下啊。骑士群，大家可以进一进我们的骑士群，点进去，然后点进去之后分享进去，然后让更多的朋友点进去，然后就可以获得那个人气票，然后再回到直播间送。感谢你们啦，谢谢。应该听懂了吧，家人们？600张打满，家人们。还要跟你们说，等级越高的人气票就越多，家人们。对外面在放鞭炮，是的，没错，没错。仙气十足了，没错没错，谢谢大家，家人们，给大家跳一个舞蹈。大家有人气票的可以送送人气票，感谢你们了，分享直播间可以获得更多的人气票，感谢大家跳舞了。给大家跳一个过年了，送给你们。山的那个西山。
声列下，过年那个唱下好喜洋洋。过年了，过年了，过年了，四九迎新，过年了，张灯结彩。烟花还有没有烟花呀？有这个是呀。啊，这个是的不？啊。买，那我买这个吧，这个好钱呀、啊。五块。五块呢？那我买两串。麻烦五十分钱吗？这个是等一下哟，好钱。一百块钱。一百块钱。
头块钱。飞机召唤十元。买完了哦。放烟花，家人们，我要放烟花了。等会儿十二点钟我们一起放烟花哟。等会儿十二点钟我们一起放烟花。不会不会，我们在老家，在老家不会的。来来这个。星星邮箱滑雪，家人们，咱们现在是人气票，现在是第二十名，咱们有人气票的继续给大家送，继续给佩仪送人气票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继续给大家带来舞蹈。等一下，有连麦。哎，你好。哎呀，今天没有跳，没有那个。我们可以打人气票吗？怎么了？打人气票。为什么要打人气票呢？我想尝试一下。我哪有人气票呀，我的妈。那这样吧，没事，那你那我们这边上人气票吧。说说干嘛呢？哎，你那什么，感谢春哥的保时捷。说了我这边，我这边上人气票，我这边上人气票。啊，你这回老家了。对，我回老家了。回老家那什么，这也是属于是也不古典了吗？属于吗？什么，我听不见，心好小。我说回老家了，也不是也古典舞的风景是没有的是吗？没有啦，就只能在老家播啦。拉倒吧，拉倒吧，等回头你回去吧。嗯。啊，走了啊。嗯。走干啥呀？你穿成这样，你说你怎么玩？你说你。咱们就是可以换别的呀，你别挂我呀，谢谢大家人气票。怎么了？啊？那换什么？你说呗。给我跳个爵士舞。啊，可以可以。闭麦吧，开始吧，来吧。好，可以。中风雷是吗？谢谢许公子，感谢你们，感谢许公子，谢谢许公子，谢谢苍雪，咱们有人气票可以送人气票，感谢凯哥，谢谢许公子，谢谢，感谢浮生，谢谢浮生，谢谢，哇，谢谢人心哥哥送来的旭日明珠，谢谢，感谢浮生，谢谢玉，感谢花色，谢谢花色支持，感谢。欢迎走进直播间朋友，喜欢的可以点我们左上的关注，家人们。谢谢依依，感谢独木，谢谢牙克，谢谢。咱们有人气票可以送我们的人气票哟，感谢安杰，谢谢浮生，谢谢家人们。我们现在是第十九名了，还有希望，还有十二分钟，我们还有希望。有人气票的可以送我们的人气票，咱们礼物栏里面有人气票，家人们。礼物栏里面也有人气票。咱们六百张打满，家人们，感谢支持，感谢胡汉，谢谢浮生，谢谢所罗门，感谢支持，谢谢独木飘，欢迎漂洋过海，感谢所有人的支持。没有点关注朋友们可以点点我们左上的关注，还有最后连关注的时间。欢迎大家，感谢浮生，谢谢独木飘，欢迎开心，家人，让我们把所有的礼物都换成人气票，感谢你们，有免费的，有一毛钱的，感谢你们，欢迎大家，感谢换粮，我们今天真的是能够把人气票。换成红色，谢谢浮生，感谢荒凉，争取把人气票改成红色，变成红色的，感谢浮生，谢谢浮生，谢谢独木票，感谢荒凉，谢谢一锦，感谢浮生，谢谢友谊，还有最后一分五十秒钟的时间，咱们家人们有人气的可以送出我们的人气票，感谢晴天，谢谢独木，欢迎知秋一夜，欢迎知秋一夜。谢谢阿盖的红包，感谢阿盖的红包支持，谢谢。插个充电器，感谢家人们，还有一分钟了，家人们。哦，谢谢家人们支持，感谢子云，谢谢子云。感谢游山玩水，还有一分钟了，最后五十三
咱们也让对面给咱跳舞。欢迎花凉，感谢游山玩水，谢谢独木飘，谢谢你们。烟花咱们到十二点钟的时候再放好不好？我现在先不放。感谢独木，谢谢小 A， 感谢小 A。临时票打满了，你可以分享一下直播间，分享直播间，然后再点进去，然后也会有人气票的。分享在群里面，分享在我们的那个骑士群，可以分享骑士群。感谢独木飘，谢谢 ADC， 感谢琉璃，分享，还有最后九秒钟哦，谢谢天狗哥哥 disco。谢谢天空哥哥，谢谢人心哥哥，谢谢许公子，谢谢凯哥，感谢无名哥哥，谢谢独木飘，谢谢樱花，感谢浮生，谢谢晚安，感谢胡汉，谢谢家人们支持，感谢。人家的抢票打的，拿下！要不咱你给咱跳一支舞呗？我也跳支舞。对啊。这怎么成这样了呢？你说，给咱跳支舞可以不？我跳什么？拜个年吧，热闹。拜个年是什么舞？过年，跳个过年了。过年了，嗯，过年了，喜庆。哎呀，这他妈找人 PK 自己当猴耍，你说你，嗯。我也想和他连过，谢谢人心哥哥，这连过三回，今天是第三回。这，醒醒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走了啊。好。我以前和他连过，今天连了是第三回，不是很熟，只能说玩过，PK 过。欢迎大家，感谢人心哥哥，谢谢人心哥哥送来的欢乐盲盒。有阴影是什么的？我拿一个插电板，你等一下。感谢紫菱，再唱一支送给咱们的天空哥哥，谢谢你帮我守塔，感谢家人们，送给家人们的支持，感谢。哎呦，我们有人气票的可以送送我们的人气票呀。
后永远在一块。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，生不熟在至少充满迷糊脑袋。祝尊敬的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期不转面容不改。祝三叔的奶奶生意失败财运亨通祝好在。烟花，稍等一下，我去找人要个那个，帮我给我打火机，
帮我给我打火机，帮我给打火机弟弟。啊？帮我给打火机。然后用点好不好？我不要，我自己点。好冷，家人们。对，打火机。家人们，我们一起帮我拍个视频，帮我拍个视频。哎，这个光不是很那个明显，帮我录个视频啊！我第一次在直播间就是放烟花。跳支舞，你们等一下我啊，我去找个音乐，可以拿这个音乐跳个舞。等一下，你们等一下我啊。好听的音乐，好，换另外一首歌，就这个吧。
这个。能听到音乐吗？我们家人们，小六六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扣在公屏上！新年快乐，扣在公屏上！我刚刚把我自己脑门给烫到了，把我自己脑门给烫到了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烫到自己脑门了。好，我们找个暖和的地方聊聊天吧，我们还就一分钟，烫到自己脑门了。好吧，我们继续玩 PK 去。谢谢月牙，感谢月牙。诸葛连我，等一下啊、哦！诸葛连我。嗨，你好。过年好，过年好，穿的这么喜庆，中国红。那我今天回老家了。啊，回老家了，没有声卡。没有声卡，没有绿，没有声卡，没有设备。哪里人啊，老家？湖南的呀。哦，湖南的。晚上吃的啥呀？吃腊肉呀，腊肉呀。你呢？你怎么还在这呀？你怎么还在你朋友这呀？我没在我朋友这，我从济南，我回青岛了呀，没在济南。哈、哦，你什么时候回那个上海呀？你不是说你要回上海还是浙江？嗯，初五初六，我也不知道。过几天吧，你刚才放烟花去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直播间粉丝跟我说的。我刚刚放完了。好玩吗？把这脑门给烫到了。还能烫上脑门？崩脑门上了？他那时候往脑门上崩啊？然后我就不玩了。呀，你怎么头发少了一块？没有吧？可能是烫了。你在笑？怎么行啊，玩把也行，打个榜五，随便打个榜五，打把也行。打榜五是吗？可以。啊。可以。啊。嗯，哦，等一下，我手机打榜五不是很会打啊。啊，你这样，你过年喝酒吗？不喝呀。你这样，你输了你拿瓶罐装啤酒，你炫一个；我输了我给你炫俩。够了吧？呀。真的。就一个，就小的易拉罐装，不多。没有酒。我不喝酒，我喝了我就醉了。就一个小的易拉，就这么大，一个小易拉罐，度数也不高。那我还得去对面买。你家里肯定有。我要走，家里不能。我就不信你满，你家吃年夜饭一个喝酒的都没有。行，可以。整。你上两瓶，我上一瓶。好。OK。榜五。可以。好，打个榜五，行，来。总票吧，打总票吧。打总票你打不过我。打总
他还要给我打整票，兄弟们。能把绿色带给毙掉？没事吗？新年快乐啊，兄弟们，打个榜，我有点门往前上一上啊。那么着，我们给放个音乐，谢谢桃花，谢谢加班，咱们跑车，咱们跑车，咱们跑车站榜，跑车站榜，家人们跑车站榜。感谢支持，谢谢。没有点关注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，跑车站榜，家人们，咱们得跑车站榜了，不能喝是吧？咱们一会儿回来重新商量一下。哇，这边是什么？家人们，我们可能需要，咱们需要跑车守塔了，跑车站榜。感谢习惯哥哥，咱们直播间的人，朋友们有没有跑车可以占个榜的？有没有跑车可以占个榜的？家人们，对面已经出现几个了？对面已经三个跑车占榜了，对面的榜三是跑车，榜一、榜二、榜三、榜四全都是跑车，家人们。谢谢天空哥哥的保时捷，感谢天空哥哥保时捷，等一下我看看，谢谢友谊哥哥保时捷，谢谢，感谢友谊，谢谢小鱼，感谢。咱们还需要，我们还需要看一下，咱们还需要，感谢人心哥哥跑车，谢谢。我们还需要两个跑车，家人们，还需要两个跑车，咱们还需要两个跑车，家人们。我们的应有一个个人心哥哥、天空哥哥，我们最好是还能补一个，还能补一个那个，还能补一个，在哪里看礼物呀？还能补一个爱心，还能补一个那个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还能补一补，咱们一个跑车不够，咱们一个跑车不够，咱们还得补一补，咱们有一个个人心哥哥、天空哥哥，我们的小爱习惯了随心，繁花还能补跑车吗？感谢栀子花，谢谢阿坚，感谢天空哥哥跑车。那咱们就打两个跑车吧，好不好？打两个跑车，一有一哥哥、人心哥哥、独木飘哥哥，感谢独木飘哥哥的跑车，谢谢你，感谢小爱。我们还需要，那么就直接打两个跑车吧。我们的一有一哥哥、人心哥哥、独木飘哥哥可能还要需要补一补跑车，然后咱们的小 A 习惯随心，我们有跑车可以补一个跑车，谢谢，感谢阿 K 哥哥，谢谢阿 K 哥哥的红包支持，感谢。谢谢人心哥哥的跑车，感谢天空哥哥跑车，咱们又一个个独木票哥哥，咱们小爱习惯随心，咱们有跑车，我们还有一个位置没有填满，家人们，咱们还有一个位置没填满，感谢又一个个跑车，谢谢又一个个跑车支持，谢谢你，感谢用户哥哥，谢谢我们的又一个个，感谢人心哥哥，谢谢天空哥哥，感谢独木票哥哥，谢谢你，我们的榜五，我们的五个榜五已经补好了，我看一下啊、哦。谢谢用户哥哥，感谢用一，谢谢。对面的榜五是，看一下，对面的榜三是2097票，感谢小 A， 谢谢小 A。我看一下咱们的榜五是，哎呦，我看看咱们榜三是3112票，咱们的人性哥哥和独木票哥哥还能补一补吗？咱们的独木票哥哥还能补一个跑车吗？怎么人性哥哥还能补到三千票吗？咱们的那个独木票哥哥现在是1200票，能不能补到三千？谢谢支持，我看对面，好，看对面的票数，对面的榜三是2991票，榜四是2696票，榜五是2512票。感谢独木票哥哥，谢谢独木票哥哥。咱们的榜五可能还需要补一补，还需要补到三千。独木票哥哥可能还要补一补，补到三千。你现在是2400，还有最后30秒了，家人们。对面的榜五是三千票，我们还要往前补一补。独木票哥哥，你能补到三千吗？再冲一个跑车好不好？再冲一个跑车，独木票哥哥。对面的榜五是3000票，完了！感谢小松鼠，谢谢小松鼠，哦，感谢小松鼠，家人们，感谢飘，对面应该是不会再补了，哦吼，天哪！
是，哎呀，等一下啊，我看一下，咱们保姆是，哎呀，咱们保姆是3400，谢谢家人，公屏上扣一波拿下，谢谢小松鼠，感谢用户哥哥，谢谢人心哥哥，谢谢独木飘。感谢天空，谢谢易永仪，感谢小雷，感谢习惯，谢谢随心，谢谢娜娜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开麦了。啊，我酒不知道啥时候到，我看到了，到了没有？我看到了没有？你舍不得。看酒到了没有？稍等我一下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剩两瓶啊！太霸气了，家人们，咱们真的是太团结了，太团结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，感谢我们的小松鼠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我们家人们的支持，耶、yeah! 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虎年吉祥。让他喝一口吧，让他喝一口，别喝多了，意思意思一下就好了。你别，等一下啊，都听不到。嗯，谢谢。那你看放鞭那么吵。你就喝一口吧，你别喝多了，我怕你被举报。不会不会，这点酒，青岛人喝啤酒就跟喝水一样。对，是的，天狗哥哥，是的，他平时很厉害的，是的，没错。你喝吧。你别对着镜头喝，你头都伸出去，欢迎表哥，表哥回家，喝完了吗？这是你喝完了吗？好凉啊！啊，我喝完了吗？头还有半口，嗯，刚才呛到我了。欢迎宝哥。你喝醉了，完了之后，这个没了。你喝完玩屁。这没了。好。打嗝啊。好，可以你打。谢谢对面老铁们，谢谢。你喝的是什么牌子的呀？青岛啊。哦。你平时不喝酒啊？不喝。我最多就抿一口，大好青春不喝酒，不会喝酒，要不你就喝一瓶吧。嗯？哦，这是第二瓶是吗？对啊。哦，加油，加油！你不喝酒，你有朋友吗？我又不一定要喝酒。不喝酒，这个年头不喝酒还有朋友？哇，外面在放烟花。拿出去给我们看看，我就着下酒。看。不行，我他妈要点花生米就好了，这他妈连个花生米都没有。我在充电。连个花生米都没有。我在充电。不喝酒，不喝酒的朋友。谢谢表，欢迎表哥。咱们是打保姆，就打的是团结，家人们，打保姆打的团结。好啊，我也新年快乐呀！好他妈撑啊！又是两。今晚饺子吃多了。拜拜，新年快乐！好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好了。嗯。好了。哦。怎么歪了？如果喝酒喝的脸红了，我感觉他是喝酒喝脸红了。家人们，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，感谢大家团结，谢谢，欢迎你来我网，唱歌吗？可以啊。
可以啊，我聊天家人，我聊天吊人。谢谢董小面，感谢红豆，谢谢雨晴，感谢东东啊，谢谢你们的啤酒，哇，给我送那么多啤酒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点歌是吗？可以。点什么？你们要听什么歌呀？你们要听什么歌？我听到了什么人性歌？没错，我要唱歌了。谢谢小 A， 感谢小 A。我坐下来唱，我聊天吊人啊，家人。等一下啊。如愿你会吗？如愿啊，如愿会呀，不会。我看一下哈，我看一下我的歌单。我看一下我的歌单。欢迎偏安过海，感谢小爱送来的花花支持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点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。是这首歌吗？谢谢雪儿。我这首歌不太会唱哎，家人们，不太会唱哎。谢谢家人们支持。对，我有，那可不，必须得有歌单啊，家人们。我给你们唱一个，我给大家唱一首，我看看啊，唱一首。你们听过这首歌吗？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嗯，算了，不哼了，我哼了，你们也不知道是哪首歌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你猜，家人们，你猜，我撤了，睡觉去了，大家春节快乐，天空哥哥，你要先收拾了是吗？天空哥哥，我明天用电脑直播，你记得来哟，记得来哟，天空哥哥，记得来哟，可以看好看的舞蹈哟。明天穿旗袍，明天给大家穿一个旗袍。天空哥哥，你一定要来哟，你要是不来的话，也要来哟，不来也得来。我给你们唱一个。我看看啊，我找一下我的歌单，有点迷糊。谢谢史诗哥哥，谢谢史诗哥哥支持，唱一个《望爱却步》，你们有没有听过《望爱却步》这首歌？《望爱却步》啊，有首歌叫做《菊花爆满山》，你们听过吗？菊花爆满山，菊花爆，就是有首歌叫做，你听一下，菊花爆满山。我给你们唱这个吧。来，看那山野中开满了菊花。一朵朵像你一样的娇艳，我用心去灌溉着我们的爱情，绽放出最美的花蕾。花丛中的菊花不知你动人，你的笑容让它们享受枯萎，你的柔情似水被紧紧地包围，绽放出爱情的甜美。看那一朵朵菊花爆满山，谢谢中华，谢谢你们新年快乐。就算爱结束，就算时候也不了我的心愿，怎么找不到这了？看那一朵朵菊花爆满。我们完了，这个礼物不会到了。我的小鬼子，找不到礼物，怎么回事？欢迎大家。
一朵的森林，一样的笑脸，我有些奇怪，我们的事仿佛是那个花园。天空的奇花不是你本人，你的笑容让他们深刻抚慰，你的游戏，我不会再跑，好家伙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看那一朵朵雪花把门扇，等他下我的你花开了一片土，天哪，家人们！天哪，太，我觉得太就是，太吵，刚刚太吵了。开个光吧，这个条件真的很艰苦啊，家人们。厨房做饺子是吗？要不明天吧，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准备。要不明天我们再连麦录个歌，我今天也很唐突，就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好不好？我今天也很唐突，感谢天柔，谢天柔，欢迎人心哥哥。直播了我们再连吧，好不好？好家伙，跟我差不多，真的假的？欢迎许公子，不冷吗？我刚刚跳了舞，还好不是很冷哦。我们出去连个 PK 玩一玩。连个 PK， 看一看，哇，这会儿还蛮多主播都在播呢，还是有蛮多主播的。我连一下 PK 啊。在那一座的菊花茂满山。哦，连不到。这是我外婆，这是我那个舅舅家。录吧。我试一下。好。哦，连不到 PK， 他这会儿好像在和别人连，连不到，这会儿他在和别人连，陆哥哥，输了，我连不到，他这会儿在跟别人连，对，他这会儿在跟别人连，陆哥哥。我一会儿再连吧，我一会儿再去连他吧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。吃了，我今天吃了腊肉。今年的腊肉有点咸，我感觉。
外婆这边腊肉今天有点咸，不过我外婆串吃那个糍粑，那个糍粑很好吃。糍粑好好吃。我们还有半个小时，咱们就过了新年了，我们就过新年了。我要吃外婆给我煎了糍粑，然后还给我那个豆腐乳，我很喜欢吃那个豆腐乳。我会做一些简单的呀，我会做一些简单的，但是很难的我就不会。很简单的我还是可以弄一弄的。来个麦哈。当当当当当当。素莹呢？你好呀，你好呀，你好呀。你好呀。来呀。好运来，一会儿你输了，你跳个好运来吧。你输了，你也跳一个。好，行，我输了我也跳。好，可以，直接开始吧。好，闭麦了哈。啊。真的假的？我聊天我很尴尬。谢谢月牙。没吃过糍粑？等哪天我以后播成那种大主播了，我就请大家来，就是来我这儿一起，就是请你们吃糍粑，可以不？请你们吃糍粑。谢谢月牙。是的，感谢，欢迎翠翠，欢迎大家。磨糍粑是吗？糍粑它，我们这个糍粑不能记的话，可能就会坏。欢迎玉露哥哥。哎，我好冷啊，我想穿外套。对面这么猛吗？家人们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守个塔啊？我们要不要一起守个塔？今天很随意，真的很随意。我们今天真的很随意。是的，因为在老家直播。感谢烟雨送来的花花支持，谢谢。你感冒了？好的。还有最后3分钟的时间，家人们，感谢君君，谢君君，我们可以感谢阿盖给的红包支持，我去拿个外套。感谢叶子，谢谢天涯哥哥。感谢春风，谢谢叶子，谢谢家人们支持，谢谢独木哥哥，感谢独木哥哥送来热气球，谢谢独木哥哥的热气球支持，感谢晴天，谢，感谢用户五四，谢谢阿杰，谢谢家人们。天哪！谢，感谢你们，欢迎李依依，谢谢最初模样，感谢最初模样，谢谢最初模样，感谢相聚，谢谢凯哥，谢谢我一会儿要给咱们的董木康哥要跳一支舞蹈，今天谢谢你，欢迎大家，感谢最初模样，还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，家人们，哇，恭喜董木康哥哥升级。叶木哥可能这会儿睡了。感谢阿盖，谢谢支持，谢谢湘西，感谢湘西，谢谢。还有最后1分50秒，家人们，开灯了。条件不允许。感谢陆哥哥，欢迎陆哥哥，欢迎大家。难怪他今天这么有条件呀！谢谢最初模样哥哥。咱们还能不能守塔？感谢表哥，最后1分钟了。谢谢表哥，谢谢独木哥哥，谢谢最初模样。
真的是太猛了。感谢最初哥哥，谢谢日落哥哥，感谢人性哥哥，谢谢独木飘，感谢小 A， 谢谢阿盖，感谢牛峰，谢谢表哥，谢谢纯纯，感谢月牙，谢谢叶子，谢谢家人们支持，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帮我守卡。没事，谢谢阿曼，感谢你们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财运滚滚。我的朋友，哦，感谢你们默默相守，相信。今天跳个好运来。好运来。好。谢谢你跳得太好了，哎呀，跳得太好了。我家这个设备真的很简陋。行，跳得太好了，行。刚才放炮仗吓一跳哈。好，拜拜，明天见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支持，谢谢我们的，谢谢榜上各位兄弟姐妹的支持，谢谢，谢谢最初模样哥哥，我的天哪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咱们的就是独木飘哥哥，谢谢我们的日落哥哥，谢谢你们，咱们依次给榜上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跳舞、哦、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感谢安哥哥给我发来好多好多红包，谢谢，感谢支持我们，没有点关注朋友们点关注，我在农村没错，你们跳好运来，跳好运来，谢谢，感谢文文。对，现在没了，骨骼惊奇，天哪！要不就是说，等咱们就是这样吧，好不好？这样吧，我把这个舞蹈，我把这个舞蹈可不可以先留着？我们就是说，等我回去了跳，好不好？回去了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最初模样哥哥，你等我回去了，然后我再就是说，弄好设备之后再给你们跳舞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，我去连路吧。哎，他是不是下了？来了。那兔子老我能理解，他在干嘛？你家怎么这么多呀？外面有点吵。你家确定那个锅没事吗？什么？你家后面的锅没有锅？那边在闪的那个不是锅啊，那个、是在外面。哦，那边是在放鞭炮。
啊，我以为他锅里没有东西。不是吧？不是滑梯，你连过来。我一会儿。好的，好的。我一会儿给你连过来，我一会儿给你连过来，因为这个有点吵，怕耽误你。好好好。下面等这个不吵了，咱们再给陆宝连过去哈。太吵了。聊会儿天吧，聊会儿天吧。哦。我这样吧，我先出去看烟花吧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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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。这个烟花真的，我们用手机拿着聊聊天吧。差点把我抓起来了。你在老家吗，表哥？哦，这会他外面又没有放了。好好好，好，我再去连，我再去连。好的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就是太外面的烟花，就是放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太高了。太吵了，外面，我连了听不到。碧洛哥哥，外面太吵了，我连了听不到。没有这样子，是这个美颜太丑了。简单简单说一下，简单的先玩一下好不好？简单先玩一下，然后等我明天弄好设备了，咱们是再连过去，太唐突了。哦，他这不在连，我觉得等一下，这主要是这个时候，啥信也没有。一洛哥哥，你是不是在城市？你是不是在城市？你是不是在城市？哎呀，今天真的是，刚刚烟花声音很猛。哦，上海城市是不能放烟花的。我给你们看烟花吧。我出去给你们放看烟花。我把它放下来吗？可以呀。哦。有黑眼圈。好，嗯，等一下，我没有下厨。
害怕。好看的烟花只是一瞬间，一瞬即逝。还放吗？还放烟花吗？还放吗？不放。我是楼顶吗？楼顶上可以直接上去吗？我去楼顶上了，我去楼顶上了，家人们，我要去楼顶上了。啊，我要去楼顶上了。楼顶上可以看好的吗？开五年了没？五年了。家人，我要去楼顶上了，给你们看看，给你们看看楼顶上。会更好看。稍等一下，好，好，好，嘿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好累呀、啊！天哪，家人们，录屏！那边，天哪！谢谢日落哥哥的粉丝等级升到八级。这附近放烟花的不是很多，那边也很多。我去那边给你们看啊，那边很多。哇，好多放烟花的呀，好漂亮呀！腿软了，天哪，我的腿软了。
好多，好漂亮呀，真好看。过年啦，过年啦，过年啦。可以放大耶，不能放大。谢谢你们，应该12点钟还会有人放。好的好的，给你们看烟花，让你们感受一下年味啊。这么多呀，谢谢刘少奇送来的娶你回家，谢谢刘少奇哥哥，谢谢刘少奇哥哥，谢谢你没带上来。还有吗？太黑了看不到。很冷很冷，对，哈气了都。感谢叶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我可以打你吗？啊！我可以打你吗？我们可以玩一下，我们可以玩一下。就是我这里是，就是我这里很吵，可能说话听不见。好，那我们打一局输了，你给我们搬个一字马。好，可以。那我呢？你的话这个我们啊都可以，要不那个那一样吧，搬个前腿转盘腿好不好？好，哦，等一下。我12点过后连你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啊，不是12点，因为他。
太吵了，我要跨个年，等一下啊。好好好好好。对的对对对，我刚没看时，我刚刚没看时间，我刚没看时间。
好家伙！今天可不可以帮我拿个椅子过来呀、啊？七七，我去放个烟，我去放个烟花。来，我好，也是连我，然后跟他说等一会儿再连，太吵了，听不到说话。这个都全是鞭炮声，太吵了。好，哦，等一会儿吧，等一会儿吧。等会儿不吵了，我们再连一下。是。太冷了，谢谢鼻雨。我也去放一个烟花，祝我们家人们，就是祝咱们家人们虎虎生威，虎年吉祥。哦，节节高升，谢谢李公子，感谢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。嗯，好臭的。彪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就是那种很想玩，但是又很害怕。我真的是那种我很想，就是我很想玩，但是我又很害怕。很想玩，但是又很害怕。等一下啊、哦。我这会应该没那么长了，我再连一下哈，我再连一下，好。好，我在老家。我觉得这个美颜是真的很不真实，很不真实。我觉得这个美颜很不真实，太丑了。嗯，我连一下路吧，哈，看这个时候能不能连上啊？可以了，可以。
他呢。Hello， 我这边好一点了，刚刚好吵这边。好的，好的。啊，条件简陋，在外婆家，在农村。没有，就很有年味啊，很有年味。对，我们刚刚这边还在放那个烟花，然后好吵，然后我还在楼顶上去了，还是很吵。刚好一点了，然后就好的。我们要不要玩一局是吗？唱那个好运来。行，可以。好。嗯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吗？还是啊？我们是完了，我这边好吵。我们是直接开始吗？直接开始吧。好，可以。嗯，好。哎，哇塞，他们那都可以放烟花，好羡慕。我们这边可以放。我今年都没看到烟花。上班的你想哭，别哭啊！我不是也在上班吗？你就这么想，我也在上班。我们先把这边的麦给闭一下。辛苦了。他们都可以放烟花，我们这都。先闭一下，我怕，因为我这边太吵了。我们还有三分钟。没点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点关注，感谢支持，谢谢画梁哥哥，感谢你。不是抖音出品，我这个滤镜也不好看。谢谢一路哥哥，谢谢你，感谢一路哥哥。谢谢一路哥，感谢雨柔，谢谢雨柔，感谢雨柔，谢谢雨柔支持，谢谢，感谢徐波，感谢胖豆芽。还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关注哦。感谢凯哥，谢谢我们的支持模样，谢。谢谢大家。感谢支持模样哥哥，谢。谢支持模样冠名了玫瑰花，谢支持。谢谢小鹿，给小鹿。好吵的，今天这个美颜面直接就死。谢谢飞兔宝宝，谢谢你。是吗？怎么就说是这样吗？好冷，家人，好冷啊，家人！还一分37秒，谢谢雨柔，谢谢雨柔的舞蹈鞋，感谢。啊，这个美容非常好，都可以干啥的。还有最后一分钟，感谢福生，谢谢福生送的烟花，谢谢福生的烟花支持，谢。感谢东东，谢谢天涯兔送的跑车，感谢我们的天涯兔子的跑车支持，谢谢你。感谢欢迎春天，谢谢你发礼物，谢谢奶盲盒，谢谢奶盲盒支持，谢谢。林璇璇，谢谢主播票哥哥的花花支持，谢谢你。谢谢主播票哥哥，也谢谢你支持，谢谢主播票。谢谢支持模样，谢谢。谢谢东东，感谢胡汉，感谢他的爱心，谢谢。谢谢胡汉，笑死大哥，感谢福星哥哥，谢谢。感谢福星哥哥，好赞哦！感
喜欢，谢谢家人的支持，谢谢。谢谢。把麦打开一下。哦，没打开。我今年 PK 遇到了什么？就是说陆宝今年打 PK 就是打一把赢一把，就是没有一把会输的。对，好运上太牛了，好运来，好，祝对面新年快乐，好运，好运连连。欢迎一五年大欢迎赵哥。等一下啊，这个衣服有点大。好预兆了，预兆了，这个后面有带你，预示着咱们直播间今年绝对会。鸿运当头，等一下啊，好运来，看不看得见呢？啊？可以，可以。比较，咱们就是说比较。欢迎钱塘哥哥，谢谢家人们支持，感谢钱塘。春节快乐呀！嗯，谢谢钱塘哥哥送来的礼物支持，感谢你。啥都能跳，你想看什么？马赛哥哥，刚刚感谢我今天所有的朋友支持，谢谢。春节快乐，爱护哥哥。就是我跟你们说很奇怪，我用手机直播，咱们就是说美颜特别不适合我。不是不是，就是那个美火唱的我嗓子有点。又有一个人连我，我觉得条件很简陋呀。咱们条件很简陋，我们连吗？我们接吗？家人们，我们接吗？等一下啊，那我开眼磨皮，磨皮，咱们这都开了，开了。那么就娱乐局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就随便玩一下娱乐局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连一下星辰。等一下，我去连这个。不要关灯，我在开个灯，我灯开启。来了。我灯开启，我在老家，我在老家，把灯开启。Hello， 还在老家呀？我在老家，我能不能玩？真好啊！哎呀，这个玩一个那个，感觉生活太吵了。生活中的你更好，生活中的你更好，我觉得。哎呀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咱们就是说玩个。玩个那个吧，玩个那个娱乐局好不好？
每次都是娱乐局，真好，真的。哎呀，你在老家呀？先走了，这个播啊，回家了。对，我回老家了。啊，嗯。现在就是刚吃完年夜饭是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就是刚刚就是。啊，那咱晚上玩。对，咱爸不是那个，就是咱叔叔阿姨还好啊。叔叔阿姨还挺好的呀。挺好的啊，有没有催你啊？催你什么？跟你唠叨点什么事儿啊？这咱们就是说，没有，是外婆，我一回来，然后外婆跟我说，就说找朋友了吗？然后就问他们，好尴尬的，我舅舅和舅妈都问我。这是正事儿，不尴尬。外婆做的对呀、啊。都问我，然后我就挺尴尬的。那没跟你说，你明年你要再这么就别回来了。啊，我这边好吵的。我这边好。对啊，他没跟你说你明年要再自己回去你就不用回去了，他能不能这么说？等一下，我这边有点吵，等一下。是吧？哎呀，说秃噜嘴不是吗？说什么秃噜嘴？好。那个啊，我说外婆说了，咱外婆说了，那个说的你明年再自己回来就不用回来了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外婆、啊、你不要上桌吃饭了。外婆干什么嘛？其实说真的，就外婆年纪大了嘛，能就是说能回去一次看一次，就真的就是看一次就多一次。不，外婆呀天天看你，经常能看得到，她想看你带个谁。你实在不行啊，你这样吧，随缘，实在不行我这屋啊，别随缘了，实在不行明年我就。就是你看你给我刷个飞机，我呢就我就免佣金，我跟你回去一趟，是吗？我跟外婆逗逗乐啊，这就很难说呀。我便宜，我一个飞机租一个月，好家伙，还会炒菜呢啊，啥都行啊，不容易，谢谢默然，感谢默然啊。那玩娱乐局就行，玩什么娱乐局啊？你说，你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？我想见见咱爸，不，咱叔叔。没有，我爸妈都没有在老家，就是我在我舅舅家。啊，在舅舅家呀、啊？还是斌哥？对，我舅舅家。啊，好，那行，那我玩一个，问你五个真心话。五个真心话这么多？三个。行，可以。那我干啥？不是很过分的吧？应该不会啊。那你输了的话，你就干什么？给咱们就唱一个好运来，可以不？今天我哪会唱那玩意儿？跳个好运来，可以不？跳个好运来啊！对，我唱个好日子得了。行，可以，你说啥都行啊！我再来一个，开始啊！三个真心话啊！哈，手机没电了。我没有带货，我没有带货，我没有带货。跟电脑不一样。粉丝那么多，我不。还有最后四分钟啊，家人们可以一起帮忙守个塔哦。我都是自己在某宝买的，然后如果你要是喜欢的话，你可以截个图，然后去网上搜。谢谢小帽，感谢小帽的支持，谢谢小帽的支持，感谢。还有最后三分钟啊，感谢莹莹，谢谢莹莹支持，感谢。感谢小忍。小然姐姐，新年好，谢谢小冉，感谢小冉，谢谢你给我送来的爱心支持，谢谢，
谢谢小冉，感谢独木，谢谢独木飘，谢谢独木飘，谢谢。感谢希尔，谢谢希尔。怎么可以去？怎么可以去？就是说，守一下。感谢小冉，谢谢小冉，感谢小冉姐姐，谢谢冰，谢谢冰哥，感谢希尔，谢谢希尔支持，谢谢。感谢希尔。感谢希尔，谢谢冰，感谢冰，谢谢冰锁眼镜儿，谢谢希尔，感谢凯哥，谢谢雨柔，感谢希尔，谢谢雨柔，谢谢爱护哥哥送爱心，感谢雨柔，家人们可以一起帮忙守个塔了，谢谢浮生，感谢浮生的烟花，谢谢你的烟花，谢谢，感谢燕子，谢谢玉玉，感谢支持，感谢墨，谢谢墨。家人们，我们可以一起帮忙守个小塔上。感谢花哥，谢谢木木，感谢爱护哥哥，谢谢花哥，谢谢，感谢小 A， 谢谢小 A， 谢谢小 A 的支持，感谢，谢谢燕子，感谢燕子，感谢雨柔，祝你好，大吉大利，好了呢，好了呢，小冉姐姐，今天是哦，今天在老家，老家直播。感谢无可奈何，谢谢无可奈何，感谢你，谢谢你给我送的爱你哟，谢谢，谢谢无可奈何，感谢，谢谢无可奈何送来的金钱豹，感谢你的金钱豹，天哪，谢谢凯哥，感谢凯哥，谢谢凯哥的支持，谢谢小，谢谢小小，感谢小小，谢谢，谢谢最初模样。感谢用户六零三，谢谢用户六零三，感谢默默，谢谢谢谢最初，欢迎玛莎拉，玛莎拉。最后一分27秒钟，咱们家还有没有人帮忙一起守个塔？感谢雨柔，谢谢凯哥，谢谢咖啡，感谢默然，谢谢全全，感谢全全，谢谢全全。家人们，最后一分钟了。谢谢小镯子，谢谢雨雨，谢谢小安，谢谢小，谢谢小西。咱们家人，欢迎大白哥哥。天哪，有没有人救救我？天哪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哦，谢谢董木飘送来的舞龙，感谢你的舞龙，谢谢，谢谢你的舞龙。天哪，最后30秒了，最后30秒了，天哪，谢谢君姐姐，感谢小无邪，有没有奇迹发生一波，有没有奇迹发生一波，感谢君姐姐的爱心支持，谢谢，感谢爱护哥哥，最后5秒了，咱们还能守一波吗？感谢爱护哥哥，谢谢爱护哥哥，差一点点了，感谢爱护哥哥送来的舞龙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舞龙，谢谢，谢谢爱护哥哥，感谢独木飘哥哥，谢谢浮生哥哥，感谢晴晨，谢谢小 A， 感谢无可奈何，谢谢爱心，感谢小冉，谢谢卧冰，感谢叶子，谢谢家人们支持，感谢。开个麦吧。啊，对对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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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好不容易赢他不容易，赢他不容易，上回就咔咔让人给拍的都不行了。你不用弄头发，其实你这样特别特别好，非常自然，真的。三个问题啊，好，你大家伙儿帮我想想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人？男人，我喜欢有魅力的男人。什么？有魅力的男人吧？具体化一点，魅力的，喜欢什么类型？我也不知道哎。标准啊，成熟吧。成熟吧。成熟。就一个成熟就够了吗？还好吧，我不知道。就是凭感觉吧，我觉得凭感觉吧。首先得成熟，对吧？对，成熟吧。太好了，
兄弟们，成熟这个咱赞。等一下，等一下下，等一下下。我等会帮干什么？你突然把那个灯关上，好，嗯。稍等，稍等一下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好。谁呀？二舅啊？啊，我舅要，就是他们要睡觉了，然后我可能打完这一局，可能我要。啊，舅，过年好，舅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啊，舅妈来了，是不是？舅妈，过年好，舅妈，过年好。舅妈来了。啊！哎呀，过年好，舅妈！哎呀，舅妈！哎，舅妈好，舅妈！好，咱舅呢？咱舅呢？那你明年去看你们啊！新年好！明年去看你们。哎，今年太忙了，然后明年呢，我跟那个佩佩去看你啊！你这真的是，好，继续问，太忙了，欢迎天意啊！继续问啊！继续问啊！嗯。有多久没谈恋爱了？好几年了吧？自己算一算，好好算算啊。那可得有三四年了吧？三四年了。嗯。那，哎呦我操！这中间就再没有谈过是吗？没有。就没有。没有，没有时间，太忙了。三四年。太忙了。啊，这个不算，都说有多久没谈，这不算啊，这已经算了，这算了，就一个问题，还有一个问题，还有一个啊，那始终都是就是一个人吗？对呀，是啊，我太忙了，天天要就是意思就是没有接触过异性是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没有接触过异性，太忙了吗？这。怎么说呢？你我没有懂你的这个意思，就是说，你说我这三四年吗？嗯，对，没有，没有，对，鼓掌呢都没有是吧？啊，没有，什么鼓掌啊？你说的是什么鼓掌呀？行，好，可以，明白了，好，你是个好样的，舅妈，明年一定去看你啊，是吧？哎，明年一定去看你啊，太好了，这。哎，一定去看你。我就好嘞。我就那个上学，他催我来着。好，你跟舅打个招呼啊。好，没看到啊。好嘞。好。哎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哎，真好。不玩了，家人们，我要大家早点休息，已经12:30了，家人们，大过年的，谢谢全全，感谢全全的支持，欢迎飞哥。真的，我觉得有的真的太忙了，有的时候就不会想着去要去什么谈恋爱呀、啊、之类的什么的。每天忙工作，每天都是自己的事情。今天我外婆还说。他说，你怎么还不找朋友？我说，我先把我自己做好，我先把我自己做好，自己没做好也不着急。欢迎大家，我升10级灯牌，你要升10级灯牌吗？你现在是哦，已经是了，谢谢全全，欢迎曼曼姐。我这个岁数其实不急的，嗯，怎么说呢，就是嗯，先把自己做好吧，我先把我自己做好了。谢谢流泪鱼，感谢流泪鱼，我先把自己做好了，以后的事情再说吧。欢迎大家。咱不管这些了。你静音了吗？曼曼姐静音了，好家伙。看脸，其实现在就是阿刁走起，阿刁！我跟你说，在老家真的不能唱阿刁，会把楼上的人都吓跑的，会把楼上的人吓跑的，家人们呀！
把楼上的把附近的邻居都吓过来，这是哪里来的鬼哭狼嚎呀。好的，家人们，我今天差不多要下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不安博，感谢。是的，是的。太乙哥哥，拜拜了！独木飘哥哥，谢谢你，明天一定要来哦。独木飘哥哥，明天一定要来哦。明天我用电脑直播给你跳舞。连心哥哥，明天你也要来哟，我们要在直播间给大家跳舞。新年快乐，家人们，一定要来哟，要给你们送舞蹈的。谢谢人性哥哥，感谢最初模呀，谢谢独木飘哥哥，谢谢爱护哥哥，谢谢小 A， 感谢浮生，谢谢光花，感谢曼曼，谢谢阿盖，谢谢天涯客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猪猪的爱心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阿盖送来的烟花，谢谢阿盖的烟花支持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，我们公屏上扣一波521，我们公屏上扣一波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扣波新年快乐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明天见啊，家人们，明天晚上见。明天晚上，谢谢光花哥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明天晚上7点，我们直播间不见不散。明晚7点，直播间不见不散。明天回工作室了，拜拜。哦，对了，我还要连一下星辰来着，没事，我回头跟他说一下吧。我们是这么太晚了，拜拜。明天正常直播了。